来在这边梦里，今天我们就来吃的就是这一个藏寿司。这里是桃园春日路的 JC Park 的二楼哟，进去吧 ，Go。1.5公尺，不是1到5岁啦。他1到5岁的那个男性。好，你先走。这么快一块？没关系，谢谢。拿筷子啦。谢谢。这个，这是牙签，好不好？我给你牙签。我看我需不需要？我可能不需要。小朋友最爱吃的玉子烧握寿司，来一个。点菜。必吃的，先给他们。噔噔，豆皮寿司了！哇，超好吃的，这里的，这里的。糖好吃吗？先吃什么呢？太多选择了。我现在先来了5盘，应该都是我们平常比较爱吃的，也比较常吃的口味哦。开动！熟成尾鱼，这芥末还蛮像的，好好吃。我都眼眶泛泪了，看得出来吗？我严重怀疑我太久没有吃日本料理了，我导致了就对这个芥末有点生疏了。以前我是号称绝对不会呛的，我现在已经呛到眼泪要滴下来了。吃鲑鱼就吃鲑鱼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洋葱太多了，很吸引我注意，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吃洋葱的人。它这个会有点偏那种沙拉的感觉，因为里面还有加什么沙拉，吃到忘记，辣到恍神。虽然这么辣，这个芥末还是要反复的加上去的啊。哇，这口有点大口哎。这个生洋葱的搭配非常完美，吃起来很清爽，有种冰冰凉凉的感觉，很好吃哦。那你还要吃什么？寿司。这是帮小朋友点的黄瓜卷。
远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食材，看起来这么好吃的感觉，好香哦！这个直接用手拿就好啦。比较少吃到，搭配了很多这种奶油啊、起司的组合，还有这个是柚香，有柚子哦，然后这是秋刀鱼。这上面这个乳酪也太大一坨了吧！有一种酸甜咸综合的感觉。天哪！因为起司他们难分难舍了。这个是淋上了柚子酱的尾鱼，柚子味好香哦。没有干柴涩涩感觉，我觉得很滑嫩，很好吃哦。我先来吃这个期间限定的哦。天妇罗的样子，这个，可以一口吗？可能有点困难呢，因为它会跑哎，我可以分开的一口吗？不行，我要挑战。顶到喉咙。我找不到一个施力点，不知道从哪里进去，我不知道怎么吃哦。放弃。不好意思啊，只能放开吃啊。我真的不知道这蟹肉棒，我曾经像天妇罗一样有这么好吃哎，非常的软嫩又酥脆。这也是期间限定的哦，盐味半熟蛋甜虾军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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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军舰。I don't know， 我怎么会这样说？还有蛋白啊，还有虾子，好了，直接吃下去了哦。可以吧？我吃起来感觉很骨溜，因为它的那个蛋黄蛋液呀、啊。滑滑的，然后虾子也是，所以吃起来特别的软软的感觉，很好吃哦。怎么又是一大碗了？
是不是啊？哦，妈妈妈啊！嗯，谢谢你哦。面包我最喜欢吃了，冷热冷热，好好吃哦。扭蛋是名侦探柯南系列的哦，我们看有没有机会抽到扭蛋。隔壁桌有一个很善良的阿嬷哦，她抽到了两个，然后特地拿来我们桌上送给我们的。耶，我们今天有三个扭蛋了耶，我们把这两个也打开来看看吧，开心。刚刚呢，那位好心的阿嬷送给我们的呢，打开来是两个磁铁系列的哦，然后也是它里面的角色哦，然后我们可以来配对一下。好啊，祝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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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Thank you.
禁吃外食哦，连生日蛋糕也不可以哦。所以我们就打开来帮海航唱个歌，这个蛋糕我们就回家享用。今天我们其实战斗力不是很高呢，我们总共才吃了790元，感觉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来。但吃得很开心。对，都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了。小朋友也是吃了寿司啊，吃了蒸蛋啊，还吃了乌龙面，哇，超开心的哟。最后还抽到牛蛋。对，还有隔壁好心的阿妈送给我们的另外两个牛蛋，哇塞，大丰收。对。然后也祝福海航4岁的生日快乐喽，希望他平安健康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Family， 请帮我们频道下订阅、赞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开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太激动了吧你。